3D 经典爱情动作手游《诛仙》在今日举办盛大的上市记者会，集结了业界各大人物，正式向台湾玩家们宣告《诛仙》手游秦汉上市喽。记者会现场结合了游戏元素与科技投影表演，重现诛仙动人的爱情桥段。两位女神级代言人许维恩、邵雨薇也以一身仙气古装唯美登场，完美诠释了诛仙两大女主角碧瑶、陆雪琪。本作改编自网络三大奇书《诛仙》，由完美世界传承原著元素开发，在手机平台上重现了纯正的东方仙侠世界。而代理商爱玩天地也与智冠科技共同庆祝游戏上市长红，并表示《诛仙》手游将会于每月定期更新改版。今日上线的同时，也推出众多线上奖励活动，让玩家们在修仙过程中能有层层不同的惊喜体验。有兴趣的玩家们不妨上游戏官网查询更多关于《诛仙》上市的游戏详情喽。